大家好，欢迎来到这个荒废已久的伟哥的故事的频道。哎呀，真的很不好意思，都让大家就那个在别的地方看到我这边，所以我今天啊，那个赶快办一个这个临时的粉丝见面会，看看还有没有伪粉存在。上次有一个朋友，他帮我办了一场在那个郊区的地方，哇，现场很热闹哦，好像都市传说一样，都来一些我看不见的。希望今天有真人可以来到现场，然后镜头陪你一下，看看有没有粉丝来。伟哥，你喂，伟哥，我是玄大魔王伟哥，爱你哦。我是杰西，我爱伟哥。我是娜娜的，伟哥那个人倒了。我是小娜，我爱伟哥呢。耶，我是小叶叶，想要跟伟哥吃宵夜。叶大小。你不是伟哥的粉丝吗？哎，伟哥，我刚才在壮阳伟哥啊。我看到。伟哥 ，I love you， 我是好人。但是你无骂我呢。今麦袂使骂我啦。那少安，你怎么在这边？因为我在这边啊。你跟我一样。哎呀，跟你一样杜三重啊。那你会做豆腐三重奏吗？会啊，可是我做的跟屁一样。我这么屁啊？难怪你被退出那个黑暗。那个黑暗的料理界啊。欢迎大家来订阅《欣欣向荣》，我不是伟哥的粉丝，来蹭的，那来蹭热度。Hey， I'm the 美国的 Vico， I love you， 丫头耶，哦耶，我是西瓜，我好温暖，伟哥我爱你。我真的太爱伟哥了，伟哥是我的，你别想这样占有，伟哥是我的才对，你们滚。哎，怎么样啊？今天不得了啦，今天啊，我看到后面那些我的信众们，那些铁粉们，没错，今天就是要带大家脱离这个心灵的束缚。哇，在这个社会体制的框架之下，大家被压抑已久的心灵，我今天要带他们走向多人成家，并且上街游行，来个碰碰啊！人家小丑粉丝，人家带人家去上街游行，在干什么？我们游行一起去啊！对不对？我也想，我还知道拍什么，我的你也敢拍？走啊！走啊！我也小丑啊，怎么样啊？游行就游行嘛，对。你对我好，你看会出来？看会出来哦。我对你好，你嘛是应该。蛋糕，等一下。你们还有件事情，你们留在台上啊？什么事啊？什么好看、啊？你们有没有逮鸡啊？被耍哎！让我们掌声欢迎特别来宾，盘古的老板庄坤炫。那我先走了。哎，怎么来这边呢、啊？你没有讲哦，你怎么没有讲？我先走了。有些事情不用讲啊，我们用说的。直接以武会友，现场啊！怎么挑战我最会的啦？想不到 ，JK 替你们安排这一刻吧？想不到吧？
下面 rap battle。Rap， 很高兴今天来到这边，嘿，嘿，酷炫竟然也来到这边，嘿，嘿，害我吓到，他躲去旁边，旁边舔那个豆豆那边，嘿，嘿，嘿，酷炫，酷炫，你真是又酷又炫，嘿，嘿，富有爱心又狠，哎，哎，酷炫，哎，非常的炫，让我想要看到你就想到车太炫，嘿，今天来到西门町。我有一根像茶壶的小鸡鸡啊，耶，啊，好像不适合在这边开这种玩笑。OK， 如果有影片，大家把它删掉啊。伟哥很努力，反正伟哥很牺牲。最重要是要谢谢 JK 给我们这个平台，很好，谢谢 JK。搞这个快闪活动，搞到我的骨头快闪掉了啊！来啦！欢乐时光特别快，哎，天下没有这个白痴的宴席，不算的宴席。哦哦，对啊，类似差不多啦，反正就是让你见见世面，让你知道那个多人很大人的世界啊，怎么样？哦，这次的那个 YouTube 粉丝见面会是我看过蛮盛大的见面会，我没想到那个中二小丑他才今年一年的时间就这么多的台湾。哦，对啊，跟我一样多人哦。你们那都是小朋友哎。小朋友怎么样？小朋友国家未来的主人翁啊，立人老爷抓，小朋友也会成长嘛。啊，而且今天还有很多从真的从四面八方，有人从那个屏东还是北海道还北海岸骑车过来，我还有一些那个各个领域的人士，那个催眠大魔大师，催眠大魔。对啊，你以后不是要弄那个心灵频道，再跟他多学习一下。还有一个在我家那个巷口陪伴，长得太好了，没想到他是粉丝。哦，吃霸掌，那个爆小丑的名字。当然也要非常感谢酷炫特地来跟我们一起参与这个小丑的活动，希望以后大家都能够非常开心自由的搞创作 peace and love。啊，至于以前啊，可能有些承诺的事情啊没有办法做到，那我们也希望能够试着放下啊，以后保证的事情要尽量说到做到这样子。对，那也谢谢酷炫，就是终于肯出面，还一起跟我们参加活动。嗯，然后也很谢谢小丑，他就是百忙之中还抽空出来，就是帮我们沟通以及调解。像以前有人反映的事情，也没有人愿意理会，然后也没有诉说的管道。那要不是小丑的话，这件事情也不会这样子顺利。小丑一个人要管那个60几个员工的大公司，对不对？啊，百忙中这样抽空，那我们浪费他很多时间，那非常不好意思。谢谢小丑，谢谢各位来参加的粉丝朋友。希望以后啊，无论是这个反骨还是小丑，大家都能够多多支持他们。那麻烦这个荒废很久的流浪汉也要支持他一下。哦，对对对，这个频道就是一直都是荒废的，但是如果大家愿意的话，我也会练习试着拍一些东西，带给大家也许是比较生活化，可能没那么用力搞笑，或者比较轻松的。你也是啊，你也是。哦，我希望大家也订阅一下我频道，叫欣欣向荣。也是建议你们先订阅起来，因为到时候说不定有那个跟着精彩打垮西尊，你们就可以看到那个豪康的小宝的东西。对啊，那时候他要是表演什么高雄18招什么的话，马上就被下架，你们没订阅就损失了，对不对？对啊，然后那个伟哥的故事啊，那个欣欣向荣的为你们继续写故事下去啊，订阅、按赞、分享、小铃铛。拜拜！今天会来这个活动啊？对啊，哎呦，勾起你心中的爱。因为你们是因为肚子饿，以为这边有东西吃吗？还是？妹，那个你怎么会来啊？因为今天想要就是参加帮，就是这个活动，见到帮主。哦，你不是来看我的？哎呀，真是看你的，看你的，看你丫头。开玩笑，开玩笑。哦，你们呢有什么感想吗？你说。帮主好帅啊！垃圾车来了，要不要去倒垃圾？要要要！回
收，他说不收乐事。哎，那你们有什么要宣传的？哦，真的吗？那我宣传一下。那有什么有人想要长高或丰胸、调低或者赚钱都可以来找我。推销减掉。对。如果想要看性感照片的话呢，可以到那个 IG 上面找我，我是小叶叶，我们的 IG 在这边。耶、同学，你怎么会来参加这个活动啊？我也不想来，我爸妈逼我来的。哎呦，我真是百善孝为先，谢谢。我这是我买的。爸妈说要请我喝的。哦，是。哎，怎么样啊？那是我养的神龙，我召唤的啊。那你从哪里来？屏东。厉害哦！屏东跑台湾最底南部的跑来这边，很有心哦。